连诗雅琴日到电台宣传新歌《别放弃治疗》，佢就表示新歌内容系鼓励大家，无论面对任何抨击同埋唔开心嘅事情，都唔好放弃治疗自己。佢就读呢首歌嘅时候咧，勾起唔少以前受抨击嘅回忆啦。问到佢有冇唱到喊，佢就话有啊，因为即系会谂翻起当我受到一啲攻击嘅时候，其实我从来好少去讲呢啲嘢嘅。咁但系嗰个唔开心咧。是很不開心的，是只不過我很少去講，難道我同人，即我也不想去解釋，我只覺得時間會證明一切，努力會證明一切。現在好了，大過了，經歷了這麼多東西，即 過了，會都覺得講都沒什麼所謂，即是啊，我是真的受過很大的傷害，或者是大家可能去講我某些某些東西的時候尤其是不是真的東西，會覺得唉，點解咧？即係點解連詩雅就永遠一定係有咁多呢一啲嘅呢一啲唔即係好容易就會有一啲話題咧咁樣。開心啊！即係當我開始連即當然串錯字呢啲就自己係自己烏龍啦。但係其實講真的，我覺得即係我唔係俾一個藉口自己，但我真係覺得係都唔係話一咁大件事嘅。但我覺得我入行之後，我都係盡量去將每一樣嘢都做到最好咯。咁所以我都希望大家係可能都會有時即係都俾少少包容我去睇到我都其實係努力緊咁樣。